聲，我哋邊滑動一啲喎，滑動啲，一定係用定高槍，麥叉麥殺，用定高兩槍，三米米嘅都麥諗啊！上天，我全部看嘞，我全部家有嘅无，上天嘞呢？七天，今仔要食人家麦花三千，麦花两千，你是要食好，你客气我了。我敢直接大声跟你讲啊！你绝对去菜市啊！你会当去试看嘛？明仔你会当去试啊？看你钱赚百看你菜市啊买着这个，会当去试看嘛？我唔是因为要别你才讲这种话啦，真正你会当去试看嘛？好不？先给钱来，一千块人要吃好。一千块来吃了。完全拢是玩的物件，啊，啊这作天的啦，这个切条够天的，这娃娃都去讲的，拢无甲你发货啦，一千块我了。一千块。有人要吃这个切条无？一千。这只个，这两只个啦，这两只个。你若是要吃好，你买这东西，真正无够啊，拢无货嘞。你安那香水拢无铺啦，无铺你敢听有？无铺就是无甲你交货无啦，什么叫无铺？对吧？啊，我来讲，想要吃好，你听钱，好不好？二四六，八人八六啊，一千三要吃一千。来吃啦！有人要吃脆条无？这吃一罐，你真正学了甲你会得志啊！真的啊，这只个你啊，这只个你啊，这只个你啊，这只个来，这只个你，这只个来。几只股哩？我来讲哦，你先给钱，我搁给一只，我搁给一只你啊！啊，你卖搁考虑个啦，好吧？全部招招啦！我唔是该花三千花两千啊，二四六个人叫啦，一千三要招一千。来先啦！有人要食这无？遐尊重个啦，无错个，尊重个。一千有人要来无？一千哦！我几只股哩？几只股哩？几只够哩？几只够哩？几只够哩？来啊，无安尼啦，今仔几只够少哩，好无？来啊，我来讲话悄悄就好。一千五，唔免做侪人，唔免做侪人。来，五位客钱就好，你免阁考虑啊嘛。一千块差不多啊？来，一千啊，一千啊。有人要食尊重的套餐无？一千，一千块一顿，一千，一千有人要食无？一千，这一千阁无人给钱啊？一千啊。我袂赞你啊！我袂赞你啊！四个人平，内底来你开动，来一千三百钱。来钱啊！我直接俾你金讲啊，知无？我卖免叫。啊！过来要检查，还是飞机员装包？看无了，到人要吃飞机员。煮汤面、煮面、煮火锅，一包五斤，全部两个人要订二、订三，要订三百个无？几啊个来大？拢唔免，一个人要一半，来两包。两包。来，要吃飞机员嘛？两包。来两百块花丝嘛？花钱。两包过来要吃飞机员嘛？两包。我一个人给两包。搁一个人开两包，上面写两百。收钱。来，多少钱？两百。来，飞机员够无？够个。来，飞机员够两百钱无？这包我全部招四个人给你，不搞白白，你抢我，抢我飞机员看嘛？来，我三加六克的飞机员，三加六克是安尼，贵啊，这样飞机的，多少钱？来，飞机员够两百钱无？两百。最后两个人给一百来，一百好。马背哥，你搞要一百钱看看。一百来。马背哥，你要一百钱，你就知啊。一百来，头一个，好，一个。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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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啊！到这里都。一百钱。来，最后一包。应该无你落雨吧？无啊。刚好你落雨。好。多少钱？你要帮我找一个票啊，含钱。够无？够贵嘞。一百块两百好无？来吃，一百两百。我一个呀。哎。最后尾就你放几只，都无加三粒。你买一百只，我加三粒，我未来提嘞，我手捧袂住知影，三粒。多少个？什么？加五十个，到什么五十个分？来加个，叫两手加个。啊，歹势，我未记。最后一个，到到房就五十块钱哦，再收个。来，最后一个好啊。反正有计划做袂，反正我完全拢袂记啊。有计划做袂，输袂啊。我也袂记，你甲我提醒一下，无就我就滚了。
五十块本来，歹势我袂记你另外第四号。啊，你有提五十的。而且是我中秋我无用袂记第四节了。五十的。就一百一十，我一百二八十哦。最后一包啊，那个包包都五十三块钱无，都无用啊。最后一包五十三块钱五十。老板好啊。阿姐。我讲请教，咱个要点啥无？煮梅花无？煮梅花，啊！即话因讲话，我只鲍鱼全叫恁买买，只鲍鱼特别的，咱只一条鱼也无两条五百，三条五百，四条五百，五条五百，两条唔免五百啊，三百就好啊。鲍鱼够无？鲍鱼够有买来无？鲍鱼，鲍鱼够有买来无？剩一箱啊。来三包。鲍鱼够有买来无？三包。三包。那无就卖个毛啊？还毛个？鲍鱼够有买来无？够两百买两百，无叫剩一箱。鲍鱼，拢有啊，好啦，我来卖这个牛包哩。我下到顶端小花咧，安尼红个红个，安尼有恁看，这安格斯两个台湾话了。你们食安格斯，即卖都介绍啊。美国 choice 反正你要把这两个嫌着，全世界无牛包好食啊。哦，我无白讲个，这大家拢知影。两个平时免三千万，免两千，一千三要食。来，请咯，请咯。有人要食安格斯的反正牛排无？一千块。一千块都我收到两个边仔了，来数钱，来两个价钱，一千块上面钱，一条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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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侬免阁考虑啊，来新价钱，哎，帅哥好久不见，嘿嘿，一条过来，无啊，两个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了，一千块上面钱，来签咯，你搞要行吗？帅哥你搞要行吗？好呗，好来最后一个一千块上面钱无啊？签哦，来谢谢，来两个，对，对，来过来，来过来，上面就是嘞。那你也要好料，上嘛讲啊？生姜不？生姜来卖生姜。我这包菜头粿先来卖卖啦。你若要食菜头粿无？真正好食，真正也超好食啊！这一包十块百五块，这我甲你加两百，两包二十块三百块。我无甲你收三百块，收二啊块拢做，要你个地价怎？来，全部两个人计先加一个两包啊。两包。我这包够十块，三十块无够。来，我四十块给你，两个饼子，免三百块，两包上要吃两包。两包。有人要食菜头粿无？两包。点百个人要食菜头粿，两包。拢有啊，好，至少我画两届啊，我画两届，卖无半包，一包、两包、三包，新价钱的新啊，拍死无啊咧卖哩，新价钱的人家三包三十块，今仔日个啊，一百人，一百块，一百块，一百块，来一百块，今仔日个啊，一百块落一百块，两个，三个，不要钱费啊，钱先去收钱，一百块，来几条，一百块落一百块，一百落。其他几年啊，更小麦皮啊，更小麦皮啊，真正牺牲啊！哦，我带过，很欢喜的，啊，爽好了，可不可以？好了好了，最后一个一百块的，一百，你买就是赚钱，不好笑啊！你今日买菜都要有名啊，搁一个人给一百三百钱，来，边个一个边个一个，很好啦，大家，我发，来，最后两包七十块上面给什么？这两包七十块上面给无？七十。嗯，亲的，这包七十块上面只有七十，来多少钱？来，来到新疆加拉去了。哦，我给你。我来要吃这个，这个本路我台湾青干鱼，上好上高级的鱼啊，有水无？青干，这几包全部拢胶质，这当个做米色拢第一名。这日本人你煮一包四五百块，这两包几千啊！我免让你开一千块八百，先加钱五包啊！五包，有人要食日本鹿儿岛的青干鱼，五百块。今天我来喊爸吼，七早八早全部用青苗料，像那个什么那个啥，老老爸讲。你有人要食这个沙爹猪？沙爹猪，我老爸来无像那个啊！来，我这家师傅。来个，来要吃这个日本鹿儿岛的青干鱼吧。我包好我来我包。来要吃较好的无？我一包够哩，一包够哩，一包够哩。我一包青干无人卖，卖恁一百七十块，恁是也卖可恶啊！一百七十块无法度吃着青干嘛，鲈鱼、黄鱼尔啦。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人卖，你若爱吃有胶质的鱼，你买这个物件，等我百分之百就下班的呀。规包全蒙胶质，日本鹿儿岛的青干鱼。全部五个人去吃，上星期一卖花四样哦，四百上一百，我那唔免阁出手啊，三百二，再来三百二，两百三，一百我你调啊，谁？全部调你也催我，三百块，
300块。得。最后一个无啊，300。老板，来我订烧。你边系啊？哦，有解释的。最后一个沙发上面坐无？最后一个沙发上面坐无？你先来。上面坐完。来坐下，不要乱。哎，麻烦姐，最后一个坐无？沙发拢无啊？最后一个坐到。沙发坐无？最后一个沙发坐到，几包胶纸一个沙发。来沙发。剩一个人坐沙发好呀。我坐一千个。啊无啊，啊无啊，那恁妈买过你试食看卖好无？三个人过你真正妈买过你足惊，我甲你骗的人，甲你买一包食看卖，即我卖足济呀。这一道你甲煮汤好啊，一包你试食看卖。一包。来试食看卖。麻将。一包。一个。就一包。麻将来两个。还要几两个？上面食帝王蟹会放。这铁皮料当食啊，这边食卖，你加500，300了。来一个啊。300块了，真的。我爸要个人吃袂了，要100-200，拢无要紧，拢会当卖。100-200，拢会当卖。拢有啊，好。恁娘，恁为什么弄一个装好标啊？那感觉足烦的呢。来，家你给我送我几包，你走。下着，给我送我几包，我继续行，来，继续走。好啊，一包好啊，你给我，给我那个20秒好啊。